校背面还挺好看，接生摘葡萄的小男孩好开心啊，哈克留斯斩杀半人马，嫌弃的眼神，圣母玛利亚戴王冠，春之女神，镇馆之宝维纳斯的诞生，16号展厅，这个画风我很喜欢，意大利人的经典手势 What the fuck， 45度角仰望天空，你看他这个项链跟他这个肩膀，左右两边的乌菲兹美术馆顶上那个鸽子，达芬奇的名画，达芬奇的三博士来朝，大天使告诉圣母玛利亚她怀孕了，拉斐尔的画的一对夫妇，米开朗琪罗的作品，金丝雀圣母，拉斐尔的作品，这怎么头发都没了，父子三人，旧宫大穹顶跟钟楼的同框，乌菲兹美术馆的长廊上向耶稣祈祷， I see you， 像是一个宫廷政变，大叔胡子有点奇怪、一对姐妹，丰乳肥臀，最有名的提香的作品，提香的花神，提香的维纳斯，身材不错，这是一个女画家画的，这个男版美杜莎，这幅是卡拉瓦乔的酒神，非常有点丰腴，蛮可爱的。前面就是老桥，可以看到上面有那个花花绿绿的颜色的房子，这个走廊有点酷啊。在老桥的尽头，我现在走在佛罗伦萨的老桥上，二战时期纳粹就侵入到这里之后，是把所有的桥都拆毁了，除了这座桥。从老桥上看这个，把佛罗伦萨一分为二的河。